大家好，欢迎到 SyS Mandarin 来。今天我们会继续学1000个中文常用字。今天我们会学第101个字到第110个字。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,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Be sure to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.好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第101个字是者，者，者一般是人的意思。读者，读者，这是一封读者来信。这是一封读者来信。或者，或者，他出去了，你可以等一下他，或者明天再来。他出去了，你可以等一下他，或者明天再来。旁观者，旁观者，好，旁就是旁边的意思，观就是看的意思。在旁边看的人就是旁观者。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有很多旁观者。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有很多旁观者。作者，作者，他是这篇文章的作者。他是这篇文章的作者。第102个字是法，法，法规，法规。我们要遵守这些法规。我们要遵守这些法规。法律，法律，我们要用法律来保护自己。我们要用法律来保护自己。法则，法则，我们要熟悉这些法规、法则。我们要熟悉这些法规、法则。方法，方法，他愿意和我们
交流他的学习方法。他愿意和我们交流他的学习方法。看法，看法，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？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？想法，想法，他的想法很独特，他的想法很独特。第103个字是但，但，但是，但是，这件衣服很漂亮，但是太贵了。这件衣服很漂亮，但是太贵了。不但，不但，雨不但没停，反而越下越大。雨不但没停，反而越下越大。第104个字是起，起，其实，其实，他其实并不想去参加这个聚会。他其实并不想去参加这个聚会。其中，其中，这儿有三个人，其中一个是我妹妹。这儿有三个人，其中一个是我妹妹。尤其，尤其，他尤其喜欢玩游戏。他尤其喜欢玩游戏。105个字是礼，礼，道理，道理。你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。你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。合理，合理。他的建议非常合理。
他的建议非常合理。物理，物理，他是一位物理老师。他是一位物理老师。第106个字是些，些，一些，一些。我有一些问题想请教您一下。我有一些问题想请教您一下。有些，有些。关于这件事，有些学生反对，有些赞同。关于这件事，有些学生反对，有些赞同。第107个字是十，十，实际，实际。他的朋友帮助他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。他的朋友帮助他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。实在，实在。今天实在太冷了。今天实在太冷了。诚实，诚实。他是一个诚实的人。他是一个诚实的人。其实，其实，这次考试其实不难。这次考试其实不难。第108个字是知。知，他养了一只猫。他养了一只猫。好，那这个字也发止的音，第三声，止，止。他只专注工作，忽视了家庭。他只专注工作，忽视了家庭。
只要，只要，只要你认真思考，就能找到解决办法。只要你认真思考，就能找到解决办法。只有，只有，只有努力才能有收获。只有努力才能有收获。第109个字是老，老。人老了，想落叶归根。人老了，想落叶归根。老人，老人，我们要尊敬老人。我们要尊敬老人。老师，老师，他是一位数学老师。他是一位数学老师。老师，老师，他是一个老实人。他是一个老实人。老鼠，老鼠，这只猫捉到了一只老鼠。这只猫捉到了一只老鼠。古老，古老，这是一个古老的城市。这是一个古老的城市。长，长，他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很长时间。他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很长时间。好，那这个字还有一个发音叫长，长，它长得很漂亮。它长得很漂亮。长处，长处，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。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。
长短，长短。这条裤子的长短很合适。这条裤子的长短很合适。长大，长大。他现在已经长大了。他现在已经长大了。家长，家长。老师今天下午会和学生家长见面。老师今天下午会和学生家长见面。生长。生长。夏天，植物生长得非常快。夏天，植物生长得非常快。特长。特长，他是一个有很多特长的学生。他是一个有很多特长的学生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。第101个字到第110个字。者，者。读者，读者。或者，或者。旁观者，旁观者。作者，作者。法，法。法规，法规。法律，法律。法则，法则。方法，方法。看法，看法。想法，想法。但，但。但是，但是。不但，不但。其，其。其实，其实。其
其中，其中，尤其，尤其，里，里，道理，道理，合理，合理，物理，物理，些，些，一些，一些，有些，有些，十，十，实际，实际，实在，实在，诚实，诚实，其实，其实，纸，纸，只要，只要，只有，只有，老，老，老虎，老虎，老人，老人，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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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鼠，老鼠，古老，古老，长，长，长处，长处，长短，长短，长大，长大，家长，家长，生长，生长，特长，特长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希望你喜欢。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,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Be sure to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. 好，谢谢。那我们下次见。再见。